70年代，潮州大夯季哥雄霸一方，他的得力手下之中有两兄弟，哥哥阿勇，弟弟阿国。季哥非常看重阿国，指定他做自己的继承人。阿勇很嫉妒，为了讨好季哥，就把自己单恋的情人宝儿介绍给季哥。有一次，阿勇为了钱杀了季哥的恩人，不惜跟季哥翻脸来保阿勇。季哥一怒之下赶走了两兄弟。阿国觉得对不起季哥，所以两兄弟之间也发生了冲突。阿国决定退出江湖，远走麻六甲，重新做人。80年代，勇哥以心狠手辣崛起江湖，他发誓要将季哥赶尽杀绝。
哥，我寄给你的圣诞卡收到没有啊？你每年都这么客气。是季哥带我出身的，我们全家人都受过他很多恩惠呀。以后你们见到季哥要立正敬礼，知道吗？是是，知道。我有点事，先走一步。我以前不听季哥的话，这手被他打了一枪，到现在还好不了。我永远都会记住，警惕自己，以后好好做人。那一枪我也很后悔，打歪一点就好了。怎么了，表姐？来看我爸。你不用伺候季哥了，也不用给他老婆洗内裤了。你做了那么多丧尽天良的事，昨天打雷，怎么没把你劈死？你送我爸去哪里？舅舅要去麻六家，打算跟你弟弟常住。你是他的儿子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不可能的，我爸是去观光吧。妈的，王八蛋！关关关你个屁！你这个兔崽子竟做些伤天害理的事，就算你赚的比船王多，又有个屁用啊！宝儿啊！
是我老婆。她就是你老婆，长得真漂亮。啊，来，我们先过去。她是马拉糕。打豆。马拉糕。她就是马拉糕。是啊，都这么大了，真漂亮。上车吧。上了你的车了，当然了，他们全都是我孩子啊！真的，好，爸，上来吧。好，哎，阿国，这一大群小孩子都是你收养的？是啊。哇！噜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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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歹有小男孩跟你小的时候一模一样。妈的王八蛋！我还记得当初我收养你的情形，都30年了，时间过得真快啊！妈的王八蛋！你哥哥虽然是我亲生的，可是一点都不像我，专门做一些个出卖朋友的事情。他要是再这样下去，早晚会有报应的。我临走的时候跟他吵了一架，我看他想对季哥不利，我真替季哥担心。恭喜恭喜！生意兴隆！恭喜恭喜！好吗？好啊，我们到那边去谈谈，拿红包给孩子们。啊，我们又有红包了。谢谢阿姨啊，谢谢阿姨，乖乖。阿季，我们合作的酒楼开了差不多一年了，我们早点合作就好了，可以赚得更多。想起以前真笨，整天斗气闹事。时代不同了。现在什么都要讲气话，我们的儿女也都长大了，难道还打打杀杀吗？嗯，我那个宝贝女儿，整天跳舞，不肯好好读书。那我运气好，我儿子每年都考3名以内，下个礼拜啊，他还要参加演讲比赛呢。哦，那很好啊。冯三叔并没看见你，你还对他怀恨在心吗？什么话，人都死了还有什么好恨的？这种场面呢，能免则免了。你看看，跟我一个时期出来混的，死的死，走的走，就剩下我肥秋耀宝。哎，别提了，就因为我们这些老头子不在了，年轻人当家，他们呢全都乱来啊。你可要盯着阿勇那个臭小子，他最近跟一群瘪三走得很近。我知道这个王八蛋现在不得了了，我倒要看看他什么时候敢跟我造反。最近他不提了，不过他经常在我背后算计什么，八成想把我也干了。你想怎么办？我
要他过不了这个正月。你想清楚，这种事能免则免。朱老大都安排好了。来来来，好个吉利啊！怎么样？辛苦赚点钱。各位兄弟们，过去一年大家都辛苦了，我敬大家一杯。来来来，来来来来，咱们干！邓家勇，你干什么？你没看见我坐在这儿吗？我请春酒，你抢什么风头？新年里边跟各位弟兄干一杯也有罪吗？当然有罪。你的罪比这些账簿还厚，你做生意的账目不清不楚，去年吞了200多万公款。还有他跟日本人勾结，在公海抢了自己公司的货物，这还不算，跟了我20年的阿翔，上个礼拜说了你几句，你就把他干掉，还把他毁尸灭迹了。你眼里根本没有我，是不是？啊！你妈的！请各位兄弟评评理，我做人公不公道？这种人该不该死？你们造反了？不错，我们是造反。我们眼里只有勇哥一个人。你们不要开枪，别乱来。大家是自己人，别弄得两败俱伤。发生啥事体了？朱大哥喝多了酒打阿勇，勇哥避开了他，朱大哥一不小心就撞在玻璃瓶上，给插死了。啊！不是想过问你生意上的事，可是这些年我没见过你像最近那么多心事，能不能跟我说啊？我们不只是夫妻，还是好朋友嘛，对不对？我最近才知道，原来阿勇以前追过你。我对这个人一直没什么好感，这几年他的所作所为更令我觉得讨厌。他在骚扰你吗？他现在拉拢人来对付我，当年他为了讨好我，居然连自己喜欢的人也介绍给我，这个人太阴险了。
那你打算怎么办呢？打算约他出来谈谈。你主动去约阿勇出来，他会觉得你是怕他，而且你一向不肯低头的呀。阿锦，你是不是为了我们母子俩？我担心他会对付你们。你用不着这么做呀。你不开心，我们也不会开心。要是为了我跟小安，要你这样委屈自己，我心里会不安的。小安啊，喜不喜欢呢？嗯，那妈给你买了。嗯。小安，我们走吧。宝儿。妈咪，走吧。再等一下。好久不见了。儿子这么大了，一脸奸诈相，跟他老子一个样。插得好痛哦！你说，如果这孩子是我跟你生的，那多好！阿勇，我们要走了。哎，宝儿，情人节快到了，预先送张情人卡给你。我已经结婚了。我真搞不懂，李阿进哪点好，走路脚跟都不着地，一副短命相。请你尊重一点，你不要咒我老公啊！走，先生，谢谢。阿六，好了没有？好了，东西都拿了。什么事？有一个叫什么勇的人，掐得人家痛死了。他又缠着我妈咪，还咒我爸爸短命。哎，阿六，阿金，我不想把事情闹大，知不知道？知不知道？嗯。这位先生，您要点什么？我在等朋友。哦，季哥，
我死不了啊，我从边界又调回来了，还升了职呢，这对你来说是不是坏消息啊？是吗？那要恭喜你了。你挡着我的路。哦，对不起对不起，原来又是侯总警司啊。季哥，他在骚扰你吗？没什么，我刚刚在谈我自己的性格问题，我不会拍马屁，也不会收红包，让人涮了守了五年边界，我可没总警司那么成功，在纽约还有两家餐馆呢。你这么说我可以告你诽谤。哦，现在流行说废话嘛，不妨碍你们了，我们各有各的朋友，我回我们廉洁警务人员那边。总警司，你跟这个流氓大亨慢慢谈谈吧。明天我会打电话给你上司。好，那可谢谢你了，季哥，我会盯着你的，你在路上别乱扔烟屁股啊。侯警司，由你出面与阿勇出来，大家谈谈，你看怎么样？季哥，你放心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大家做这么久兄弟，我一定会帮你压死阿勇。什么时候爬过了？什么时候？啊，季哥，好久没跟你喝酒了。我们再干一杯，来，来，再敬你一杯。不行了。啊，这儿有火。谢谢。阿勇。海城跟海天这两家酒楼是我跟朱老大开的，做酒楼我可是外行啊，有什么事季哥你拿主意就行了。还是商量一下的好，我们之间一直有点误会，趁侯警司也在这里，大家最好讲清楚。没有误会，我们是好朋友啊。侯警司你说是不是？是啊，大家是好朋友嘛，好朋友就要干三杯了。够了够了，差不多了。开玩笑吧，季哥一向很能喝的，难道年纪大了连酒量也差了？看你的了。好，以后大家和平相处。季哥，听你这话的意思好像跟我一起不太平，怎么怕我干掉你？怪不得带了几个残兵一块来。我没有啊，我只有一个人呢、啊、喝喝酒嘛，又不是打架啊。带那么多人来干嘛？别这么说嘛，他们跟你也是朋友，想见见你，所以就跟我一起来了。哦，对了，我们以前都是跟季哥的，季哥有事情叫他们来吩咐我一声就行了，干嘛那么客气亲自跑来呢？哈哈，原来你真的怕我干的你啊，那你就不应该出那些馊主意叫朱老大来杀我。哦，现在干不掉我，自己又怕得要命。你以前不是这么没种的，怎么了？现在酒不能喝了，连胆子也没有了。哎，勇哥，请你说话客气一点。我根本不知道你跟朱老大两个人搞的什么鬼，人家的家事我从来不过问。你不要以为我怕你，我只是不想我们之间弄得血溅街头。啊，血溅街头？你怎么可以在侯警司这么高级的警务人员面前公开说要我见血呢？
你简直无法无天。哎呀，勇哥啊，小姐们生气了，等了你这么久了。来得正好，我们季哥火气很大，帮他下下火。明天向我报告他的性能力啊。小龙，请多多指教。老侯，我有点事，先走一步。哎，难道你老的连这件事也不行了？季哥以前的性能力很强的，我的女朋友都被他抢走了，就是他老婆，不过他的初夜给了我了，你说是不是啊，表弟？老头还那么大火。这次无力喊绝，却吹痛了今夜的我。今天去错了。看阿勇的态度，早晚我们会跟他翻脸。我的看法是先下手。大眼说的对，要动手就要彻底，不让他们有翻身的机会。这几年来，大家都在专心做正经生意。我们最能打的几个弟兄，都已经成老人了。现在外面混的，多半是阿勇的朋友。你们看，假如双方真的硬碰硬的话，谁会吃亏呢？如果以快打慢，也许还有一点机会，假如处处被动，只有死路一条。季哥，小安发烧啊。怎么会这样？今天下雨淋湿了，宝儿已经给他吃了退烧药，可是刚才量体温还是40度。我马上带他去医院。大爷啊，召集所有的负责人，找个秘密地方开会，到时候再说。哦。哎，这样也不是办法呀。我们也应该有个打算才行啊。要不要叫阿满预备车？他已经睡了，我自己开吧。嗯，季哥，你鞋带松了。哦。阿国打长途电话说收到阿勇的卡，卡上面写着，外面有很多人想杀你。阿勇说保不住你，叫阿国为你祈祷。我看阿勇又发神经了，要不要叫阿国回来呢？别神经过敏了。跟阿国说一声，暑假我们全家到他那里住几天。嗯，你早点睡。闭嘴。等你很久了，表姐打电话给我，说你正在对付季哥，所以我马上赶来劝你，希望你别这么做。你错了，你是应该说，你回来求我放过李阿季的，你求我。好，就算我求你。你凭什么？怎么说，我们也算是多年的兄弟。兄弟嘛，是应该给面子的。不过你不要忘记了，你离开这儿去麻六甲的时候，说过什么？你说过你不认我这个兄弟的。
现在有事就是兄弟，没事就放屁呀。不过这样，要是你倒杯茶向我道歉，我就答应你。勇哥，喝杯茶。我是你的大哥，你为什么不在我的面前跪下？跪！哎，我是跟你开开玩笑的，算是喝你的喜酒，这杯茶就当喜酒吧。娶了个马来婆也不告诉我。要是李阿季先来惹麻烦，就不关我的事了。到时候你还帮他的话，就别怪我无情，知道吧？好，我知道。啊，怎么样，马来婆？够不够劲儿啊？嗯，你这么久才回来一次，我们连一顿饭也没有一起吃过，你就说要走了。我这次回来求阿勇，不要让季哥知道。阿勇真的答应你，以后不再对付季哥了吗？他到底有没有诚意？暂时没有问题。你实在太关心季哥了。你都快三十岁了，还在暗恋季哥，这怎么行啊？之前我喜欢他，我有什么办法？哎，这是我的秘密，千万不要告诉别人。我给你两年的时间啊，要是你还不嫁的话，我可要到处广播了。去杀阿勇，要不要跟季哥说一声？不用了，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。要是我回不来的话，把鲸鱼拿回去养吧。你很难接近他的身，准会没命。我上个礼拜才算过命，说我最少能活到七十岁。哼。小心点儿。Thank you.
阿柳死了，大眼出卖了他。现在除了你，我不知道可以信任谁。季哥，开会的时间到了。知道。宝儿跟小安交给你了，记住，必要的时候用他。 什么事儿啊，季哥？你出卖阿六？不会，我怎么会这样做？我打电话到警察局查过，阿六穿了防弹衣，一枪也没开过，就被人打得像蜂窝。以他的身手，这是绝不可能的，除非有人通风报信。阿六这个人嘴巴很紧的，这种事情。 他只会告诉两个人，就是我，和你。不是你还有谁？季哥，他没跟我说。我错了，季哥，不要杀我，不要！真是你，你居然这样对阿柳！我多希望我的判断是错误的。 为什么这样？你疯了！你疯了！我见你整个人都变了，觉得你早晚一定会失败的，到时候我们全没命，我的孩子还小，反正我已经错了，我没话好说，季哥。
谢谢季哥，谢谢季哥。我一而再，再而三地让邓家勇，为了什么？就是为了让大家可以多吃几年安乐饭，不用再像以前一样。别以为我阿季变了，被人爬到头上了都不敢吭声。现在我决定干掉阿勇，希望大家跟我一条心。谁想退出可以马上离开，但是出卖兄弟的人，我是绝不会放过的。季哥，大炮臣打电话来说，飞龙会被人捣乱，现在弄得一塌糊涂。喂，什么？新欢过仓被人烧了？知道了。出事了，季哥。怎么回事？山光的赌场被警察抄了，抓了十几个兄弟。等一等，季哥，你电话。啊？喂，什么？老侯带队，你在哪里？到小安学校拦住阿全。谁？慧珠打来的，老侯想栽我的赃，带队到我家里去，说搜到了毒品。我老婆被他们抓了，他们想把我们一网打尽。他妈的，我们跟阿勇拼了！对，他妈的跟他拼了！干嘛带家伙来开会啊？是你叫我们带的。是啊，是你叫我们带的吗？我没叫你们带啊，我们全带了。大眼说季哥叫我们带的嘛。季哥，有警察！快点！地形，全力突围。好。里面的人听着，你们已经被包围了，限你们五分钟之内放下武器出来投降，不然我们就要开枪了。拳头有一辆爬山车在花棚那边，我去把它开过来，由山边这儿冲出去。一辆车能坐几个人呢？只要季哥能脱身就行了。拳头，走。好。哎，根叔，根叔，危险呢！这儿。你们不要开枪啊！根叔跟拳头都被警察打中了，小根、小八动也不动，好像死了。啊！小根，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！季哥，给我！季哥，如果没有你，我就没今天。我去把车抢过来。不许去！我不怕死。不准去！何成。把所有的枪拿来给我，还不快去！好。Thank you.
枪是我的，与他们无关。要抓的话，就抓我吧。别浪费时间，立刻去叫救护车。我的朋友伤得很重，叫救护车。救护车。是。该说。几哥，对不起，我没有。抢不到车，全都他。放心吧，没事的。几哥，几哥。哎。老板，老板，老板，哎，你去拿车。好了。先出去。是。季哥，对不起，戏当然要演得逼真了。你跟我的关系是不用说了，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，您尽管开口。我没录音机啊。你什么时候变成邓家勇的走狗了？季哥，今天的事与我无关呢。三个月前，总部已经成立秘密档案，指明要整死你，还要我带13队人，我是奉命行事。季哥，我也不想把你赶尽杀绝。算你狠。季哥，我给你点意见。你承认藏毒和藏械两条罪，我就可以大事化小，你还可以活着出狱。不过出庭的时候，你知道该怎么说，不用我教你了吧？我会说，这么多年来侯景思怎么拍我的马屁，怎么包庇我的生意，收过我多少钱。你算什么东西？绅士，你只是流氓。到法庭上，法官信你还是信我？嗯，你总共收了我多少钱？我全都有记录。你他妈的唬我！唬你？到廉政公署喝咖啡的时候，你就会知道了。
太太，有人来绑你啊？我的客户在里面，是他绑你出来的，请进吧。你老公杀死了侯队长，拒捕袭警，还中了警察好几枪，现在生死不明。我不信。康律师，这是千真万确的。我这辈子只做错过一件事，就是把你介绍给李阿季。这么多年来，我有过很多女人，可是她们在我心里都没有地位。宝儿，我一直不肯结婚，都是为了你。不管你对我有多少误会，只要你有什么需要的话，就算是再难的事，我也会无条件帮你的。我太爱你了。你这种自私自利的人，是什么人都不会爱的。你只会爱你自己。以前我不喜欢你，伤了你的自尊心，心有不甘，说什么也要得到我。你别再做梦了，看你装的那副痴情相，我简直感动得想吐了。
季哥。叫医生，我饿了，先弄东西给我吃。宝儿在那边。你没有变，老了很多了。儿子都长这么大了，叫叔叔。叔叔，乖。时间过得真快，我们好多年没见面了。嗯，走山路上巴勒村也要走三个多钟头，外面的人根本不会到的。风声紧的时候，我就会带你去那里躲一躲。没用的，过一阵子全世界都会通缉我，反正早晚都会死的，干嘛做得那么窝囊？我下个礼拜就回香港去，跟阿勇同归于尽。如果你一定要回香港的话，我陪你回去。我这次来是把儿子跟老婆交给你照顾的，你不照顾他们，我怎么放心呢？难道你一个人回去送死，我就放心了吗？不要再跟我犟了，好不好？求求你，好好的帮我把小安带大，让他为我传宗接代，那么我死也死得安心点。嗯。笑一笑啊！来来来，过来，往这边看。过来啊，季哥，
宝儿问我你到底是不是回香港，我帮你瞒着他。你们张，夏夏再来一张啊。吃的药我放在红色的盒子里了，转在美国转机的时候记得拿件大毛衣出来穿上，小心着凉。知道。你是不是想瞒着我自己回香港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不要骗我！我不是回香港，傻瓜。你不要这个样子，哭什么吧？下来，大孩子了，爸爸不在这里，你要帮爸爸照顾妈妈，知道吗？嗯。乖。对不起，儿子，我不可以没有你，你知道我多爱你吗？我知道。我老板的亲戚从台湾来了，叫我送点吃的给你们尝尝。哎呀，他怎么这么客气？我要打个电话去谢谢他。你不用打了，老板全家都去了医院呢。啊？什么事啊？啊，钟叔昨天撞车送进了医院，听说都快要死了。怎么会没有人告诉我呢？我现在要去接老板，顺便送你去看看他，好不好啊？这样啊，好吧。啊，季哥，我的老朋友出了事了，我要到医院里去看看他，就回来啊。哦，你先去开车。嗯。Hello，Hello，老干，新鲜的东西。嗯。你们慢慢吃啊，哎，不许抢，我去去就回来。季哥，我跟你到外面聊两句。嗯，走。这是火车票、船票、护照。护照里面的名字是陈永福。明天我先飞回香港，我会跟阿全来接你的船。你辛苦了那么多年，熬到有自己的餐馆，有个好老婆，还有一大群孩子，你跟我回去冒险值不值得？为了季哥你，我觉得很值得。你过来跟我们一起吃吗？嗯，嗯，新哥巴罗干，
小安。这是我发了誓要抓的十大罪犯。你老兄排名第一位。张景思，没那么严重吧？一大堆档案都是最头痛的案子，全跟你老兄有关系。好了，现在麻烦你交出你的旅行证件。我的生意很多啊，常常要飞来飞去，不方便吧？马六甲也有生意吗？张景思，我们交个朋友吧。很多年前，李阿济也想跟我交朋友，最后被我糗了他一脸屁。结果我被调到边界守了五年，又到警校教了几年学生，我还不是样升到这个位子？你就不同了，你的仇家多得数都数不完。一听到李阿济要回来的消息，你就吓得睡不着，出出进进要十几个人护着你。做人做成这样，不如死了算了。我的啊，我张景思，请等一等，带他去办手续。季哥，你回来了，是不是想自首啊？我想跟你合作，阿勇有法律保护他，你24小时找人盯着你拿他没办法，只会让我跟阿国都没机会下手。你不是叫弟兄们闪开吧？我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我这次回来没打算活着走，我动手的时候自然会通知你去给我们收尸，这样你不就可以立了大功了吗？张景思，以前我整过你，这一次算是我还给你的礼吧。老实说，我真的很佩服你，做人这么有原则，你守了这么久的边界，也守出头了。别客气，你不是更有原则吗？弄得家破人亡也死无悔改。有什么好悔改的？7、8岁我爸爸就带我进了这一行，这么多年来，我不知道见过多少人横尸街头。我干这行早就有打算，所以绝不会怨天尤人，更不会怨我爸爸。因为当初他也是用命去拼，才把我养得这么大。输了就认了，天注定我李阿济要家破人亡，那也没办法。张景思，你安排收拾吧。哎，小哥，勇哥，小哥，喝酒。哎，怎么样？我老爸有没有跟阿济阿国碰头啊？哦，我已经全部都记在本子上了，现在给你报告一下。勇哥，喝酒。前天早上8:16，由弥敦酒店出来，看报纸，然后到处闲逛。下午2点多，他到了坟场去拜祭你表姐王慧珠。昨天早上10点，他到了红磡码头看人家钓鱼，
坐了5个小时，我发觉他常常叽里咕噜跟自己说话。今天早上11点，你老爸去庙里求签。你别说废话行不行？到底有没有看见他跟阿基阿国碰头？不知道。你什么都不知道，就知道吃。1个钟头以前，他出了酒店就上了计程车，老二跟着他，可能还没有下车，所以还没有报告。勇哥，你爸爸坐计程车来了，说要见你。麻烦你在这里等我一下。请跟我来。哦。被你炸的头和手脚飞得满地都是，分不出谁是谁。我天天睡不着，我自己问自己，我做错了什么事，生出你这个兔崽子来？我情愿你把我也给炸死。为什么不把我也炸死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够了，老爸，你住手啊！你一大把年纪没有脑子啊！把耳朵当眼睛啊！人家说你就相信。我几个月没离开过香港了。有人在马六甲见到你啊，兔崽子！我的证件被警察扣起来了。马六甲，我怎么去啊？我非去啊！如果你不认识字，找个人问问嘛。这就是警方扣留我旅行证件的收条。不是你，那是谁呀？谁知道？李阿基的仇家多得数不清，我怎么知道谁要杀他？如果你想要知道，我帮你查好了。老爸，别生那么大气了。哦，对了，我们正在吃火锅呢，我们父子俩喝几杯怎么样？勇哥，我刚才看见你爸爸在美孚下过车，而国哥拿纪两个人从人群中闪了出来，一眨眼就不见了他们。他们俩在哪儿？我不会告诉你的，我不会告诉你的。不对劲儿啊，勇哥，你爸爸这次来是摆明试探你的。死老鬼，胳膊肘往外是不是？绑着外人来害我，枉费我这么有孝心，舍不得炸死你，还故意找人把你给骗开。你今天来探口风。原来真是你干的！你个王八蛋！揍他！揍啊！刘总！跟踪他，他现在受了伤，我就不信阿国不露面。走走走走，开车。他打你啊？几哥，我已经跟他说好了，没事了，
算了吧。开车，哥。Ah!
不行了，一定要走了。怎么样？你先走吧。No！ 是你儿子，我不是你儿子啊！你个畜生，你这！敢炸我的房子！是啊。房子，我说过今年不用寄圣诞卡给你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会烧一张到阴曹地府问候你全家，因为我很想知道你老婆跟儿子被我炸死了，在下面做鬼，是不是做油炸鬼呀？哈哈哈哈死不了的，不过得坐一辈子牢了。这些人都是我杀的，不关他们的事。
我叫他们父子俩不要来看热闹，他们就是不听。哼，我知道他们父子俩是被迫的，上法庭的时候我会尽量帮他们。快上救护车吧，我可不希望你死，还有很多资料需要你提供呢。找个人来爱我，疲倦的时候找个地方停泊，纵然是最暗的角落，多少风雨吹过，飘荡到最后，到底谁来探索？对与错究竟是如何？爱与恨交错，一切都变沉默。谁能解开我心中的迷惑？掩住谁能停止我？